你说说，吃个饭又没人跟他抢，他出什么洋相啊？半碗今天吃了24个水饺，这一口一个，比你的饭量都大。妈，你不要觉得半碗没在这儿就要背后说他。你看看，晒个衣服晒半天，我看哪，他就是不想刷碗。妈，你想刷你刷呗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我就晚上见你这一会儿，跟你说说话，你还不爱听。妈，你这就是见缝插针，一找到机会就赶紧说半碗两句坏话。哎，快说说半碗吧。有咋的呀？今天在家一天没住嘴，当妈的人还吃这些垃圾食品。妈，今晚吃洋白菜哈。啊，好好，我和阿成啊正在夸你好呢。你看，又是给他拿的快递，这花钱的事也该说说他了。他可不是个会过日子的主。妈，你说完了吗？你是不是每天不说半两句坏话，你心里难受啊？这，哎呀，这，半半，你今天吃饭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？忙你说话呢。妈，我数数呢，我今天一共吃了3片火腿，加了8次菜，吃了1碗米，哦对，还喝了1杯水。半半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你吃多少还用跟我说呀？妈，这不正是您在意的吗？阿成，你都告诉他了？妈，阿成把您说的话全告诉我，您背地里说我的话，我们也知道。嘿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？妈，这您可就冤枉阿成了，谁说他不分青红皂白？这不是我们背地里说您的话，您都不知道。阿成，你俩都说我啥了？就说你。妈，您就别为难阿成，他那张嘴已经被我给锁死了。我要开花，我要发芽，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。